就这个东西居然能裁出虚线，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撕下来，关键这还只是人家的副业。总共1、2、3、4个刀头，每个头都在拒绝躺平。基础直线刀头一划就能把纸裁成两半，花边波浪刀头给你的小纸片来点 sense， 还有折线刀头用它划出可折线，折个小信封还不是分分钟的事。就这样一件奋力营业的工具，我给99分。